我的，我看不到你耶，你在哪？不是，这到底在玩什么？这个影片怎么用了？我根本找不到人。我现在，我跳上一个火车了。我是他训练的。是啊。他也会玩西洋棋啊，他也会玩西洋棋。啊，真的假的？这么厉害？算了，我觉得这跟西洋棋，这个游戏是他小时候带我的。我觉得这跟西洋棋实在是，我这个枪战都打不赢。你是不是不能动？你可以动吗？不要死哦！我到底……其实我可以动啊，我就是在原地。你就是意思就是你在原地让我，你就打赢了，就的意思。我觉得好像也不用管棋路，就一直把对方干掉就好了。好。我试试看，因为现在是我吃你嘛，可是如果我打输了，对，我记得好像就会变成你吃我，好像还可以，这好像还可以飞，哎，可以跳。我是，我看 ，OK， 还，哎，我掉，现在怎样？我可以从背后打你吗？那我怎么上去？我看不到你耶，你在哪？不是，这到底在玩什么？这个影片怎么用了？我根本就找不到人。我现在，我跳上一个火车了。我现在在一个玩具火车上面。你到底是哪里？这到底在玩什么？我看到，我在一个。等一下，我看到你了。等一下，我在一个玩具。火车上面跳下来决斗，贴着打，我靠，又输了，到底是什么？我刚只看到你在我上面一直决斗，我不知道它的不同的棋子会不会有不同的功能，有可能会有，但是不知道。你。哎呦，真是的！我这样打输，为什么？哦，不行！我根本就没有，我是不是？打心打枪。我没有，我根本就没有一颗棋子是赢的啊！你现在有觉得晕吗？就是现在。不会耶，比我想象中的。你等一下，为什么又决斗了？我发现我这个主翘的枪比较大哎。啊？哦，什么？为什么你都可以这么？我完全瞄不到哦、啊。我觉得你闭着眼睛打都赢了、啊。我到现在，我已经教你诀窍，你应该再来就可以赢我。我到现在完全是没有一场赢的状态。你没有发现整个棋盘都是你的棋子吗？就，但是我觉得这个玩法只是就只是射击游戏而已。有啊，你现在有心得，你应该会不一样。好像不同的棋子的枪是不同的。对，因为小兵好像只是普通的那个。我又掉下来了。瞄不到。那个是。我以为我找了一个青铜陪我玩，结果我找了一个王者啊。换你。刚好我会玩射击游戏，在一个全面碾压的状态。懂。好，我现在用一个城堡看看。可是城堡枪好像。干嘛？城堡就是有点难攻破的感觉。我怎么觉得城堡跟？我觉得城堡跟士兵的枪好像没有差别。太确定。是会不会是生命力比较硬啊？射不到人也没用。我发现这个下去以后很难找人呢。我这次撑很久哎，该不会是可以扛比较多枪吧？枪好像比较硬哎，我应该有中了你，应该中了你两发吧？不止哎，我打了你五发。还是输，打不赢，太夸张了。我觉得我可能皇后都，好，我等一下让皇后打打看。我觉得蛮欢乐的。
哦，我谎话爽了，就是一个，就是给我这个，我也不太会下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这西洋棋的人会生气。哎、欸，我三级的枪哎、欸，我好强，敢这个，这我该赢了吗？天哪，无脑贴着打，不行，我觉得我还是要，哎、欸，刚好这个车当远程，这也太强了吧？一定要打头吗？好像打了很多。打了很多发你的身体，但是没有用。到底，我觉得我打到啊！啊，我落好作弊哦！哦天、啊，我终于赢了！假的哦！这样我就从头到尾就一直用皇后打好了。我看我其他的其他子弹应该都没有用。你这机关枪太过分了！哦，哎、欸，什么？我又输了。不可能，我一个皇后又打不赢主教。这样我还有什么生存？你刚上一点就要赢我了，我刚好像你再一枪我就死。他有血条什么的那个吗？显示吗？没有，就是那个画面不是会有那个裂开的感觉？哦，换你。哦，骑士对骑士，看看，哎、欸，这个是弓箭呢、欸。骑士是拿弓哎、欸，是怎样？为什么是弓箭？有差别吗？好像射速比较慢，是攻击会比较强吗？那射不到、啊，为什么感觉你拿的像机关枪？什么？在哪里？我根本就……我怎么觉得你都没有死啊？我找不到人，是不是骑士生命力比较厚？我找不到你，我靠！你在后面偷打。这个到底是什么？欸，好像骑士，我完全找不到人呢。骑士上面也比较厚，感觉。什么？到底？我已经快全灭了。我看看我剩下几颗几棋子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我剩八颗。不是，这不是这个真的要下西洋棋，应该不是这样子玩的。我觉得你可能只要只需要两颗棋子就可以打到全部了。嗯，完全不知道我在干嘛。没有，我发现这跟下棋真的完全没有关系。就你只要会移动就好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你这边还没有。我也完全没有在管棋路啊。因为根本就是，我觉得可能，可能可以用强的棋子去打对方弱的棋子啊。就是如果你可以把握那个优势的话，可是因为像我连强的棋子都打不赢弱的棋子，好像没有。哎，你赢了耶！真假的？那两边都一样城堡的情况下，那我比较弱，我觉得可能我就没有。对，等一下，就是城堡的枪比较强。什么？哎、欸，哦，我觉得城堡的枪比较强。哦，那对啊，可能攻击力那些都有差。啊，城堡是狙击枪，是狙击枪。哦，真的哦。嗯。哦，我又换这个弓箭，小骑士的弓箭。哎、欸，他为什么？他等一下，哎、欸，发生什么事？这弓箭要重，我得重播哎。什么？你还在重播吗？没有吧？哦，嗯，骑士被小兵打死了。我觉得你全部都用小兵，应该也是可以碾压我的。国王打小兵看看。刚刚皇后都击过，哎、欸，哇塞，你直接拿枪？什么东西？我拿什么？我看不到。作弊啊！我拿什么？我拿刀吗？天啊！我拿什么？我自己反而看不到哎、欸，我拿什么？我看不到人，哪里呀、啊？不是，我觉得我是拿刀哎、欸，我找不到人呢、啊。哎、欸，我赢了、欸，我是砍360度吗？你不用看到我，你直接砍个两刀我就死了。所以在你画面里我是拿什么？因为我这边是第一人称视角，我看不到自己拿什麼。我的画面就是你拿着刀，然后疯狂挥，大爆。应该还是打不赢枪吧。现在是，这是主将、啊、走斜的。我跟主将打打看好了。不要！你在作弊！你真的好强哦！直接远距离把我打爆就好了。
哦，又来了，我这个不靠近不了啊，靠近不了啊。哦，你赢了，你赢了。哦，对啊，因为还是国王死就那个。哦，是吗？哎、欸，真的、哦？对对对，欸、就是跟规则一样。哦，那还是一样。原来如此。好，我们先玩一场就好，先到这边，感谢你。OK。好，拜拜。拜啦。